Thank you.
喝茶。你真的要回去变魔术啊？啊，杂技团的几个老朋友呢，开了个茶铺，喊我每天过去表演两场，我先去试试。你要是喜欢，你就去。只是不能耽误每天早上的生意。爸，你放心，不会耽误的。那我走了，你也打牌去吧，啊。现在就说，我蛮忙啊。啊，现在人人都很忙，我知道你很忙，你每天跑到老大桥那边打排球。那就国忙国的。我现在不就是忙着想把您那间铺子收回来吗？哎，孙老板，我这话已经跟你说了好几回了啊，我再跟你说一回。哎，当初你爷爷把这个铺子他租给我啊，那是签了那个契约的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啊。哎，他让我一辈子为街坊邻里啊做热干面，哪怕只有一个人来吃这个热干面，这铺子就不能收，就是我不在了，还有我儿子，还有我孙子，他们接着做。柳爷，别把话说那么远嘛。大江现在玩魔术去了，程程呢每天在这儿跑码头。胜利街现在开了好多家的热干面馆，街坊邻居都有地方过早了。你老就不用太操心了，你把铺子还给我，我呢，我多贴一点补偿给你，您开个价吧。你不知道吧？啊？我这老码头热干面呢，现在名气大得很呢。你要是收回去呀，只怕地球人不答应。六爷，你每天只卖200万热干面，你用的是饥饿营销法，把一些人的胃口都吊起来了，让他们永远吃不够。我爷爷的胃口，我们一家人的胃口，都让你吊了一辈子。你想把老码头开成百年老店？你说对了。你想错了，老爷子，我要跟你打个赌。你呢，关门歇业几天。这期间如果还有一个人来敲你的门，要想吃你的面，算我认输，我继续让你开面馆。哎，你小看我老爷了。哎，好，这个赌啊，我们两个人打定了。大桥对于，上次通过大桥对于，上次不管小于四公里。
开心啊？没有不开心，好着呢。半天了，你们来吧。我看你心里头啊，总是有点不舒服，是不是？你凭么子说我心里不舒服？需要钱，哪个心里舒服啊？哎呀，输钱正常的很，今天输了，明天赢过来，记那个事嘞。洗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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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洗牌。是老黄吧？我跟你讲啊，明天呢，我们老码头的面呢不用送了。不为么子，我想歇一下子。后天也不送了。至于么子个送，到时候等我打电话办理，好吧？喂，老爸，杂技团几个老朋友呢，要请我吃饭，还要跟我签演出合同。我要晚点回来，阿爸，挂了哈。大家，
怎么关门歇业了？你可要安心心变魔术去。爸，您别生气啊。昨天把合同一签，我们几个朋友一高兴就喝了几杯，我就喝醉了，住在朋友家。我可是几十年辛辛苦苦如一日，我帮你收拾老码头这个铺子，我就一天没回来，你就生这么大的气要关门歇业呀？我马上去煮面，底下人等着都冒火了，您别生气啊。哎呀，昨天我跟老黄打电话了，我没让他送面。为什么呀？我告诉您，我为什么要歇业？哎，我就是要证明老码头歇业了。哎，全武汉市啊，少说有200人没地方过早，要饿肚子。都来了，辣椒啊！我想把工作辞了。哎，那边那对对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想把工作辞了。为什么？就是没有意思了，成天就是在跑超市办展览，我就觉得不喜欢了。前两天不还说挺有成就感的吗？成就感是有啊，但是突然就没了，而且就觉得没有意思了，觉得自己好失败。嗯，我想去北京，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去吧。去北京？啊？怎么去啊？坐动车，坐火车5个小时左右就到了。我的意思是去北京干什么呀？北京机会多啊，而且展览也多啊。你在这儿不也是天天办展览搞推销吗？行了，回去吧，明天见。我跟你说了，我要去北京，你到底跟不跟我去？我不去，你也不许去。回家睡觉吧，明天早上给你带热干面。你就知道吃你爷爷的热干面，你就是吃热干面的命。好吃，还吃舒服。让沈龙啊，每天来听听，听听这敲门声。这个赌你都敢打呀，爸？你输定了。我输了好啊，那你可以安安心心的去变你的魔术啊。大早上吵什么呢？
不卖面了，今天你也逛到歇业了。那我早上吃什么呀？丹青哥，啊，就是没有一个人来敲门，我孙子他也回来敲门的。哎，我说程程，啊，你放心啊，你和小美的这个面，我也给你们做了。各位街坊邻居、老赵朋友，这几天天气太热，我爸呢想休息几天，过几天欢迎大家来过早啊。对不住了，哈，对不住了。天气太热了，我还歇两天啊。哎，等雪啊，让你出站了啊。
做你的粉丝真心伤不起呀！啊，程程幸亏是你的孙子，每天早上起来还能开个后门吃碗热干面。他要不是你的孙子，说不定就跑到外面吃洋快餐啊，什么汉堡什么的，还肯定不会饿着肚子天天来敲老码头的门。不可能！哎，程程，哎，你是喜欢吃那洋快餐呢，还是想吃爷爷做的热干面？洋快餐不能天天吃，热干面可以。哎，啊，谢谢。不然你吃了吧，小妹妹她不吃了。你看，程程女朋友已经不喜欢吃热干面了。她不是不喜欢吃了，她去北京了。上班。哎，那程程她说什么来着？买束红玫瑰，是什么？我让你买束红玫瑰，快去！哦哦。哎，我怎么听到小何的声音了？哟，真是小何回来了！哎，别动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给我，给我！哎，来来来，给我！哎，哥，到底怎么回事嘛？咱们面馆怎么歇业了？爸呢？哎，小何。进去，快进去！哎，先进来，进屋，再说。来来来。
卫呢？大卫为什么没和你一起回啊？我们俩离了。爸，我这次回来也许就不走了。以后你每天早上要做201碗面，多的那一碗就是我的。我问你，为什么要和大卫离婚？那您为什么要歇业呀？是我问你，为什么和大伟离婚？左手握右手，一点感觉也没有，就离了。瞎说！爸，小何刚回来，你让他歇口气再说吧。对呀，我想吃你的热干面。哎，你去，你去，我去。我知道是哪个熟人在敲门。哥，爸为什么歇业呀？是不是咱们家这片老房子要拆了？啊，咱这老房子现在是文物了，拆不了。是沈龙，他要把咱们家铺子收回去。沈龙？嗯。六爷，这是我们沈老板送给你们家美女的花。六爷！小何，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跟大卫离婚了。你刚刚回来啊，这沈龙就派人送花到这儿来了。哎，你们俩是不是约好了？沈龙让你回来的吧？您胡说什么呀？爸，你去打牌去吧。啊，让小何在家倒倒时差。我去，我要守在这个屋里。那个沈龙啊，他敢进我的屋啊！老子就打断他的狗腿！我冤枉我！我千里迢迢从美国回来，我连一碗热干面还没吃呢，你又要把我赶回去啊？我就是赶你回去。哎，你要是不把大卫带回来啊，那我就不让你进这个门。我再跟您说一遍，我跟大卫离了，他回不来了，您把他忘了吧。您要不让我在屋里举，我到外头举，我举宾馆。你敢？表哥，大卫是个美国人。哎，他最爱吃我做的热干面了。哎呀，我就喜欢看他吃热干面那样子。哎，他连那个盘子里的芝麻酱都舔得干干净净的。哎，我看着高兴，我好感动啊。可你干嘛非要跟他离婚呢？哎呀，爸，我一定再找一个喜欢吃您的热干面的人回来，让您再感动一次，行了吧？你要是把那个沈龙找回来了，那你就要了我的老命了。您怎么跟沈龙较上劲呢？真是的。你不知道啊，就是沈龙害得我好几天都没开门，害得我那些邻居啊都没地方过早啊。咱们到大桥下面打牌去啊，不是说好了歇业几天吗？
程程，姑父，先忙工作。看看你，穿这身衣服真是帅死了，比爷爷当年还帅。嗨，跟爷爷之前一样，天天从汉口到武昌，就是个跑马的，帅什么呀？当然帅了，你跟爷爷都帅。姑，你这是回来当海归了？哼，当什么海归呀？我就是想吃爷爷做的热干面了，我还要帮爷爷卖热干面呢。爷爷面馆都歇业了？不可能。除非武汉人过早不吃热干面了。那您真跟爷爷一样自信。我听你爸爸说你有女朋友了，还是学艺术？他去北京了。人呐，年轻的时候都想往外跑，跑着跑着。就想回家了。哎，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露台好大呀。那时候每年到了夏天，一家人都喜欢铺了席子睡在这儿。到了晚上，我最愿意干的事儿就是用凉水擦席子。在外面生活了这么多年，每年夏天我还是有种冲动，就是想睡席子，想用凉水擦席子。那种感觉啊，凉凉的，特别舒服。屋里有空调，也是凉凉的。嗯，
空调那种凉和席子的凉不一样。姑啊，我要去了北京，我能干点什么呀？你想去北京找你女朋友了？北京没有我的码头，也没有爷爷做的热干面。小美最喜欢吃爷爷做的热干面了，她每天早上都让我给她带。她还说，以后要跟我一块儿接爷爷的班，一起经营老码头。可她一下就去北京了。敲门呢？莫考莫考，哎，过几年就开门，莫着急啊。哎，自己在敲自家的门呢。你干什么去了？你下去敲门去了是不是？要是真的没人敲门了，莫非你天天下去敲门呢？我就是不想看爸爸难过。就算爸这次打赌打赢了，你以为沈龙就不会想其他的办法呀？要我说呀，干脆把这铺子还给沈龙算了。爸也这么大岁数了，每天卖200碗热干面，你以为轻松啊？那不是还有你吗？再说现在我也回来了。要看你踌躇满志的样子，你还
真准备大干一场啊？你以为呢？你真准备回来卖热干面？当然是真的。爸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阿妹她去北京了，她不吃热干面了。上班。这孩子跟我一个命，我老婆跑了，他女朋友也跑了。你别臭美，谁跟你一个命？现在时代不同了，程程才不会跟你一个命呢。你就别说文艺女青年话了，你这个文艺女青年到美国一待就是一二十年，你根本不了解现在中国的国情。好啊，那我现在回来了，我倒要看看现在中国什么国情。
小何呢？出去了，考察国情去了。上哪儿去了？哎呦，我说爸，你就不要把小何盯得那么紧了。小何又不是美国回来的特务。我就是怀疑，小何是被那个沈龙叫回来的。要真是沈龙叫回来的，那就好了。那就让沈龙把铺子让给小何做，那不还是你的老码头？你呀，一辈子就是不讲原则。我要是讲原则，我就不会把工作辞了跑回来跟你卖热干面。我要不卖热干面，我老婆也不会跟别人跑了。走了。变化很大吧，那个成熟了很多吧。老沈，老沈，你岂止是熟了，你都熟透了，老了。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说一句话，你爷爷跟我爸爸是有合法的合同、正规的契约的，所以我们家那个老铺子不是你想收回去就能收回去的。我请你收回跟我爸爸打的那个可笑的赌，明天我们家老码头照常营业。哦，完了。呵，你这岂止是一句话呀，不说了一堆话吗？那你就让我说一堆啊，啊，你听好了啊。你爸这个热干面呢，每天早上就卖200碗，多一碗他也不做，把一些人的胃口都吊起来了。现在都上网了，他要把全市人民的胃口都吊起来。你爸呀，他是个有野心的老头。那是我爸爸本事大，有本事你也每天就卖200杯咖啡，把武汉人的胃口也吊起来呀。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这么想的呀。咱一街人的这个吃早点的习惯啊，得好好的改一改，不要每天早上挤到这个老码头汗流浃背的吃热干面了，太没追求了啊。咱们得学学外国人呢，每天早上可以一杯热咖啡，一块三明治什么的。实在改不了吃热干面的习惯的话，也可以一碗热干面再喝一杯咖啡，是不是？嗯，这多好啊。哎，论咖啡你肯定比我懂了，你来帮我，咱们两个联手一起来做事业。现在的海龟都往回游呢，你能游回来，我真是喜出望外呀！啊，我代表全市人民，还有这街坊邻居，以及咱们这个母校24中，欢迎你回到家乡，开创新的事业。莫扯冤了噻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让我来经营这铺子，你就不收回去了，是吧？我的意思是。你们家的热干面加上我的咖啡，咱们两个强强联手，一起把老码头改造出来，打造成一个中西合璧的典范。怎么样？想当年呢，我在感情问题上败给一个美国人。那时候咱们国家不是贫穷吗？现在中国强大了，你又回来了，我想再追求你一次。热干面和咖啡，各是各的味儿，能往一块凑吗？我就是要把他们凑到一块来，打出个新组合，创造一个新口味。
爸。上哪儿去了？问你话呢，你回答呀。是不是到沈龙那儿去了？和沈龙在一起？你是要和沈龙一起啊？骗我的老码头？你说过，你要再找一个爱吃热干面的人回来。啊，原来你找的就是沈龙啊！爸，你还是老码头，怎么这么经不起风浪啊？一个沈龙就让你这样抓狂啊？我们的老铺子本来就是人家沈家的，他现在想要收回去也没有什么错。再说他也不是那个意思，他只不过是想和老码头合作。您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听听他的想法？哦，你真的和沈龙在一起啊？是，我就是和他在一起。我要跟他说，哎，爸，爸。要是我死了啊，七天之后，你呢，一定要，哎，接着开门做200碗热干面，啊，听见没有？哎，答应我，爷爷，你这事儿得跟律师说，跟我们说没用。说什么呢？爸，我们答应你啊。嗯。爸，你今天真是把我吓坏了，我真觉得你老了，真是应该歇业了。夏荷呀，把大卫找回来，我喜欢看他吃热干面那样子。爸爸，大卫回不来了，我也喜欢看他吃热干面的样子，可我们两个人不是一根树上的藤。我们缠了几十年了，就是缠不到一块儿去。你们一个个怎么跟拍电视剧似的？程程，都在呢。你怎么来了？楼下的门没关，我就进来了。听说六爷病了，你请回吧。啊，回吧，请回吧。你别紧张啊，我就是宣布一个好消息给六爷。六爷，我宣布。咱们的打赌结束了，我放弃了这个赌，我不打了，铺子我也不收回了，你照样做你的热干面，老码头明天开始照常营业。哎，不，别，哎，走，再见。哎，别动。
什么帮助吗？晨晨，我是妈妈。干嘛呢？哦，我在网上买了些魔术道具。我给你变一个高科技的魔术，你小时候没见过的。好，休个气。看着哈，高科技。哎，看见没有？冒烟了，冒烟了。看，你看呀，看，还在冒呢。怎么了，哥？你先高科技着，我有点事儿出去一下。
你别哭啊！你回来了，我也回来了，我们全都回来了。妈回来了，我今天一直守着她，现在我姑守着她呢。她病了，不想活了。别哭了，你走，我不要你来看我热闹，我不要你可怜我，你走！你听听，你听听你这高亢的声音啊，跟以前唱样板戏一样，你根本就没病，没病！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！我是要走，我要带你去看病，你跟我去看病，走，跟我快走。有病不可怕。怕的是有了病就走绝路。走吧，程程，上班去吧。听话，走吧。不哭了，不哭了，啊！爸。怎么了？白玉回来了。回来找大江？没有，他到船上去看程程了，他病了。你哥去看他了吗？去了，哥现在带他到医院去看病了。你哥是个好人。
记得上学的时候，一到夏天，你总是穿一件蓝色的花布裙子，看上去特别的清凉。谢谢。这么多年了，经历了很多的事情，也看了一路的风景，可是我还是忘不掉你在上学的时候穿的那件蓝色的花布裙子。自己真是老了，老是想过去的事儿，想小时候。让你再离开我。不会。爸。这是给白玉的住院费，啊，用完了你再说啊，我们不筹钱。哎呀，你能够去照顾白玉，说明你啊重情义，讲原则。先前呢，爸爸也说过一些错话，爸爸向你道歉。哎，你也不容易。爸爸懂你，心疼你。夏虎，做么事啊？去买菜。爸，今天什么日子？买折多菜。哎，这个你不管，你只管去买。你在屋里坐着，等着。哎，
坐。七。吃完了咱们老码头的热干面，再喝上一杯咖啡。冬天，一碗热干面，加一杯热咖啡；夏天，一碗热干面和一杯冰咖啡，那是什么味道？那可以试一下子，就晓得什么味道了。老码头的味道，家的味道。吃饱了，好去赶路；饿了。七。